我们下午的第一组，给大家做简单的开始。关于度母发挥的功德，修行度母法门的利益，我们在座的人都应该清楚，大多数人都是以前修过度母法门，而且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得到过不同程度的度母的加持感应。还有洗涤，以及力量。我们今天呢，利用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开始。我们今天呢，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有几个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21世纪，人类到了21世纪的时候，那么生活方式跟以往的人和时代，都不太相同。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一个信息时代，不管是佛教徒还是其他宗教徒以及其他人，每天都我们用着一些高新技术的，包括电脑、手机，以及我们乘的车、乘飞机，使用的这些电器、电子产品，都是跟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所使用的字句都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很容易我们会丧失自己的道性，很容易我们会失去自己的信仰，也很容易我们会找不到自己的解脱路，也很容易呢，我们跟其他的没有任何修养的人一起同流合污，也很容易呢，短短的人生当中，没有任何出息，所以更加努力的，认真的要对待自己的人生，应该选择对自身、对其他众生有利益的知识、有利益的这种技术，我们要使用起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佛教徒也有必要学习一些现在的一些高科技的，包括网络、微信、微博，以及呢就其他的，作为佛教徒利用现在的这种知识，应该大力的弘扬正能量，包括我们每一个佛教徒，他很有必要在自己的心得体会感应，就跟身边的这些人、有缘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刷微信呢，就很多人希望就把自己的朋友圈呢越来越大，但是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些人就经常
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就没有真见的，没有真知的，没有真念的，这些人就跟一起交流呢，可能会浪费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就是在自己的诠释里面呢，就是用一种智慧，悲心、善心，就通过一种让他们欢喜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传递给大家，这就是所谓的弘法利生。那么弘法利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佛教来统治或者说是束缚其他的宗教或其他的人，我们没有这个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佛法的这些真理如果给身边的人，他们学到了，他们明白了，对他的人生，对他的整个生活有非常大的转变。以前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修行的人呢，在生活当中非常苦恼。即使你有钱、有财富，但是始终不开心，处于一种痛苦、忧愁、焦虑、悲伤的状态当中。但后来因为有了信仰和学习以后呢，生活好的人就不用说了。即使你生活遇到极大的一些挫折、困境，但他也会勇敢地面对，会如理如法地去处理，如理如法地去处理。所以我在想，我们很有必要利用现在的很多的知识来推广正能量。当然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带有一些自我的这种宣传，不是真正的真诚的利益众生，只是为了自我的一种吹捧，这样没有意义。短暂的人生当中，你再出名、再有名望、再有财富，也实际上像碎炮一样的，就而且你这样的动机呢，就是并不健康，并不是纯洁，迟早都人们会发现你的动机、你的行为，最终呢，你会倒霉，你会失败，最后也会身败名裂。所以我在想，我们很有必要通过现在的一些智慧来引导我们身边的人，而且不带有自我宣传，不带有任何自己的搞世间八法的目的，很清净的心，恭敬的心，对三宝负责，对众生负责，对佛法负责，这样的心态来推广佛陀的智慧跟慈悲，这样以后呢，我想我们整个世界呢，会获得一种以往不同的安详。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啊，这是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利用下午的这一堂课的时间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杜牧的一些功德啊。其实杜牧呢，应该可以这么说，他是成为佛母三世诸佛的僧与义啊，功德事业集聚一起的这么一个佛母。那么在汉传佛教当中，他叫多罗菩萨。其实他在从历史看的话，
我们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修行啊，就这么一个修行。比如啊，很早以前有一个公主，就是叫做是月亮智慧啊，达瓦的一系达瓦，她发愿，她发愿呢，就实际上佛陀有很多男性的这种成就者、觉悟者来度化的，那么女性这个觉悟者度化的呢比较少，所以他发愿就将来以女性的身份获得成就之后呢，利益无量的众生，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后来就已经圆满了他的誓愿，实现就是成就，所以十方诸佛菩萨称他为叫卓玛，就卓玛是叫杜牧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女性这个心事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这样的发愿呢，就是叫孤音如来啊，在孤音如来面前发愿，孤音如来也是对他予以述戒，予以述戒。那么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杜牧啊，就让利益众生。还有一些历史记载当中呢，就是说，以前有一个人在不空成就如来面前发愿，他发愿呢，实际上有很多众生遇到了苦难灾难，那么这些灾难当中要获得解脱，需要具有寻数的事业的智慧和悲心的佛母，他要成就这样的这种大誓愿。最初发愿之后，那么后来呢，就是成就变成这个变成这个杜牧，就人们呢就称他为叫做卓玛，也叫做是杜牧。还有呢，有些历史当中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化现为这个两个圣尊，就是一个是白杜牧，一个是绿杜牧。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就是依靠白杜牧和绿杜牧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当然我讲起这样的道理呢，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人们都非常信仰科学，信仰现实，信仰理性的这种智慧的时代。那么我们会讲起一些神秘的，讲起一些深深的道理的时候，有些人就不知所措，有些人呢在无理欲理，有些人呢会有半信半疑的状态。当然我们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些真信啊，就完全相信。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理性，如果没有理性，找不到事物的真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也需要感性，有些理性呢就显得死板，显得盲目，显得脱离现实。我们不是无情物，我们是有情，我们有情的话需要信心，需要感情，需要悲心，需要相应。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某个诸佛菩萨的这种智慧和能力呢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已经烧毁了信心的种子的话，那么白发的功德的妙芽呢不可能生长。所以今天我们的
生度母法会呢，实际上以离心和干性就是相结合，以智慧和信心呢就是要相结合，以传统和现实呢也要相结合，要细讲。同时呢，以外在的这种事物跟自己的内心也要相结合，只有这些因缘结合的时候呢，你会找到你所需要的真正的财富。所以我也在想，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很多人受过一些唯物论的教育，有一些人呢受过一些宗教的教育，但是受宗教教育的呢时间不长，深度不够，光度也不够，受一些世间知识和受一些其他的教育呢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深度和广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时都要学会对着自己的邪知邪见，将自己的分别念尽量的要驱逐一个真道当中来，接受真理，接受智慧。我们今天讲到度母的时候呢，实际上从尼师看，度母是在印度佛教当中呢非常重要的菩萨，非常重要的父母啊。有些经典当中讲他是未来过去现在三世的佛，有些经典当中讲他是度化无量无边众生的本尊菩萨。不管怎么样呢，是超越我们的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能力的这么一个圣尊。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既要研究闻思修行，用自己的很细致的智慧去研究和推敲或者说是探讨，但也需要有一种虔诚的信心来接受佛菩萨的加持，来接受上师的加持，来接受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的包括护法神空心母的这种加持。同时我们用自己的这种悲心慈心来利益就是下等的众生啊，就度化就是这些众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能脱离。现在有些比较偏向于学问的人呢，凡是对干性的有一些知识呢都一律排斥，有些比较有信仰的虔诚的佛教徒呢，凡是对一些理论的研究呢都一概否认。其实这两种都是一种极端，我认为是一种极端。尤其是我看你们这里很多是年轻人啊，你年轻人呢不要完全的是依靠一个信心来不研究佛教不研究科学，这样不好。因为现在是一个科学时代，那一定要我们用科学来说明这个佛教，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存在的这种空间，存在的能力。如果我们完全是依靠一种信心，我们周围的人群周围的朋友圈全都是说有科学大脑的就是这么一个群体，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和这种作用非常困难。因此我刚才要想说的呢，就是在印度我看过汤显的这个西域记啊，西域记里面两次提出当时玄奘去印度的时候他见到的这个度母像，他这里面就是讲多罗菩萨。有一次是在摩揭国的就是南北方大概有两三百里的地方呢，有一座寺院，寺院里面供的有佛像，还有多罗菩萨的像，还有观音菩萨的像。当时呢
就是独木像和佛像和观音菩萨的像呢，是在一个寺院里面这样拜着的。所以独木佛像呢，就是当时对印度的佛教的这个影响就是很深。还有在当代西域记里面呢，这样有一个是在南兰图寺附近的有一个地方呢，在一个寺院里面有特别高的多罗，就是也就是说多摩的像。那么他们当地的人们呢，每年元月一号的时候呢，就开始所有的国王大臣将相，包括一些邻居的国家的人呢，都纷纷的来朝拜，而且他们开法会开七天的时间啊。我想我们元气也很好啊，安利也六年的今天，昨天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呢，就是在这里报道，就是祈祷，然后我们的义工团队呢，就是做预备的这个准备，从昨天开始正式开始利用我们这个会场。那么今天呢和明天就是我们开三天吧，就是从包括昨天的话已经利用这个会场就是三天的时间了。那么当时唐僧他看到的这个南兰多寺附近的这个杜牧的像呢，每年元月一号开始开七天的法会，而且那个时候诸位的国家的人呢就全部都来朝拜。所以当时印度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杜牧佛像的影响非常深远，包括大觉塔啊，就是印度金刚做的大觉塔，就是在那里呢有杜牧圣像啊。当时阿底峡尊在来转绕的时候呢，杜牧圣像也对他说话。原来我们去朝拜的时候，法王如意宝把念珠供养给杜牧圣像。后来就是这里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吧，就是就这里我就不讲了，对吧？实际上从印度高僧大德的一些传记当中看呢，像吉天菩萨啊，吉天菩萨啊出家的时候呢也是塑造杜牧的手迹啊，就是让他就舍弃王位就是出家。还有阿底峡尊者出家的时候呢，杜牧就是受戒，就是让他不要这个当国王啊。后来阿底峡尊者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他想寻找一个最快速的成就法，在这个时候也是就是有什么老妇女啊、美女啊，还有乞丐啊，有三种不同的杜牧化身为三种不同的像，全阿底峡尊者就是发菩提心。然后阿底峡尊者来藏地的话呢，也是当时受记，他说你如果去藏地，宿命会减少的，但是会利益无量的这个众生。包括后来这个摄树中东巴弟子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了他的这个受记。那么阿底峡尊者呢，这种杜牧的传承呢来自于龙母菩萨。有些历史当中说龙母菩萨这个之前呢，在他的传记当中说有5000个人依靠杜牧而成就的。龙母菩萨在世的时候呢有5000个人依靠杜牧的修法而成就。那么龙母菩萨圆寂之后有一个国王，在这个国王之间的话呢也有5000位依靠杜牧而成就者。所以从印度传承来讲呢，是杜牧法门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迅速的。摩诃仁波切在《八大菩萨传》当中也说是这个居光杜牧啊，和文殊菩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他的加持力最迅速。其实杜牧是最迅速的一种，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些最困难、问题最大的时候。就这个时候马上祈祷杜牧。我们杜牧的念诵呢一般藏地念得特别快，包括我们汉文就很多次的时候我让他们念慢一点，但是自然而然就很快。我想可能跟他的事业有关系，就是就没办法就是慢下来。所以娑婆众生的这些可怜的众生呢
完全是依靠我们自己来成就，自己来修行呢，有一定的困难啊，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个人呢，像也是我到今天，就不舍弃这个出家相，还有跟很多众生能结上善缘的，唯一的一个缘起呢，其实是修度母法门呢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从小，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我会背二十一度母战，我当时不认识字的时候呢，我会那个背，就因为别人给我叫就叫这个声音，就然后我会背，我去放牦牛啊，有时候就丢失了一些牦牛的时候呢，我就去度母，就是马上想办法给我找回来，就然后经常祈祷，就祈祷的时候呢，自己经常就是遇到非常奇迹般的，就是会找到，就是所以包括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发心身边的一些亲人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也不太懂事，就是马上祈祷父母，就父母马上健康，然后自己身边的有一些病人，就是特别可怜的时候呢，也会祈祷，就是度母。所以我从个人而言呢，应该是对度母是到今天为止，从小都是一直信仰，一直修行。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度母佛像就是包括在小学当中、中学，然后呢，后来就是读师范，就是在这个出家一直是带着的，一直带着的。就是以前我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我就非常欢喜，就很小的。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如果老师发现呢，就是很危险的，就可能会学校里面被开除。但是呢，我还是心里一直把它藏在最深的地方呢，就是祈祷就祈祷。所以我从自身的就是从自身的角度看呢，其实度母法门呢，我给大家传授呢，并不是空口我自己从来没有修过。我自己对这个法门一点都不熟悉，我对这个本尊呢关系一点都不好。然后我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召集在这里，就是给大家传授，这样的话不好。就是我也不是这样的，应该从我个人来讲呢，对度母的加持也好，对度母的这种因缘呢，是从小都比较这个殊胜。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我们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的比如说。格鲁派、萨迦派、尼玛派，以及这个觉囊派和噶举派等藏地五大教派为主的所有的这些寺院当中呢，都会念度母的。藏地所有的这些民众就是包括一些不认识字的老阿婆、这个阿公，他们也会念二十一度母赞，他们也会念我们呆哩哒哩哒哩苏不分任何的教派。其实这个来源对藏地来讲呢，是从应该在国王松赞干布就松赞干布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历史当中说呢，藏地最开始的原始的这个人类的部落的起源呢，也跟观音菩萨跟度母呢就是有关系。就是整个藏地的这个原住民，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类的起源呢，就是是度母的化身跟观音菩萨的化身呢那么就是繁衍，就是人类，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不管怎么样呢，的确我们藏地就是度母的这个法门呢，一直没有这个衰败，一直呢就是在这个兴盛就可以怎么讲就是包括在藏地各大寺院里面的度母的佛像呢，就是处处都可以见到，而且每一个度母的这种故事呢非常
稀有的啊。就以前，这个圣杜牧，当时，比如说阿底夏尊者就是在涅槃的那个杜牧啊，就是塑化杜牧的故事啊，包括在遮崩寺的这个杜牧的故事啊，以及我们尼玛巴的很多很多的寺院当中呢，有杜牧的一些圣像的故事，包括刻在石头上的一些杜牧的这个说话的故事等等，那这些呢都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些都我都不讲。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大家就是介绍善缘，其实汉地也有杜牧的最初的这种缘起啊，大概是70世纪的时候呢，当时中层干部啊，就是跟这个唐代的这个唐玄宗这个交亲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从藏地就12黄金造成的杜牧圣像呢，就是到拉到这个汉地啊，然后跟汉地的这个旧佛像呢，就是带过来，当时文昌公主，然后藏地的这个杜牧像呢，就是当时赐给汉地，后来一直供奉在开元寺啊。然后据说这个现在呢也是在汉地，所以其实在我们汉传佛教当中呢，实际上这样的这个杜牧法门呢非常多。你们可以翻开这个经典，有一个叫做《佛所曼殊四利记》呢，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很多父母的多罗菩萨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和修行的方法，还有一个叫做是圣多罗敬，当时宋朝的时候啊，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发现的医师，他翻译的，在欧益大师的《涅槃之经》当中也讲到了他的功德，他里面就有108个这个杜牧的名号啊，包括就是一些咒语啊，这个咒语我以前看过，比较长。所以这样的这种汉传佛教当中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经典啊，就包括当时印度的一些高僧大德造的这个杜牧的相关的一些佛像的功德啊、利益啊，这些都是已经翻成汉语，就是在牛川语事件，但是呢，没有像印度和藏地那么的这个兴盛。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应该是兴盛杜牧的时代。如果兴盛杜牧的这个法门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佛教呢，有一定的这种兴盛的元气，有一定的力量。其实，佛教的兴盛呢，也需要有一种力量。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呢，也需要一种力量。这个力量不足的时候呢，不管是从整体的佛教也好，个人的信仰呢，都很难以支撑。如果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气，能充足的话呢，那个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一次而倒下去。你们都知道，在文革期间呢，就很多人的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可是有些人呢，他因为信的力量就是非常充实，这样的原因呢，即使一百次的对他的摧毁，在最后呢，不但他不会倒下去，更加的就是旺盛啊，更加在我们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面呢，他的这个名声呢，就是也是在炽燃着，就像日月一样的照耀整个大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觉就是很需要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佛教就是称为叫加持力，对吧？称为加持力。因此，我也在思考，像我们今年这个2011年就不平凡的这样的年代当中，我们大家共同来祈祷什么样才对世界有利？祈祷什么样才对个人有利？那像应该最好的就是祈祷杜牧。其实我们佛学院啊，你们很多人都应该知道无名佛学院。无名佛学院呢，以前也经常就是需要比较特殊的事情
处理一些特殊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呢，法王要求大家一起来念杜母。通过念杜母之后，迅速的对孙愿具足、唯愿欠足，那么就是一切的这种快乐呢，就分着他来，都会有这样的七七半的这种就像瑞相啊，就七七半的瑞相。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依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呢，我相信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我就这里最后就讲简单的阿底峡尊者讲杜牧的这个四大功德啊。第一个功德呢，就是讲祈祷杜牧让这个远行者顺利归会啊。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杜牧就很顺利啊，就很多人都比较担心路上会不会顺利啊，我办事情就是能不能成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消除战争疾病，现在这个年代很需要。你看这个到了欧洲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跟战争很可怕，南明朝就是很可怜，就所以要世界上的很多的灾难性的这些战争要消失的话呢，也需要就是祈祷杜牧。还有我们现在世界性的有各种传染病、各种疾病、各种瘟疫也经常出现，那么迁出一些传染和疾病就是需要祈祷杜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迁出自相续的烦恼要祈祷杜牧。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贪嗔痴啊，有时候很想把它搞掉，但是呢就一直就没办法去掉，所以自相续的这些烦恼逐渐逐渐要减少，甚至彻底根除的话，要祈祷就是杜牧非常重要。那么第四个呢，能成就西正怀主的四大事业啊，就西正怀主西业，就是迁出疾病啊、痛苦啊，就熄灭这些。然后增也，就增上财富、增上名声，就发财、升官、实践的这些。我们藏地人很多人喜欢念杜牧的唯一目的，他们有些人是毕竟是世间人，就是喜欢世间的一些利益。其实确实杜牧的价值很大的，就是所以我们完全是解脱于利益有点困难。有些世间的就是像赚钱啊、发财啊、健康，尤其是杜牧是一个常熟佛啊，就我们每次念常熟佛的时候呢，就是拜杜牧和绿杜牧，就是他是像常熟。我也这次像我们参加法会的很多人希望呢，就是就希望常熟，就毕竟是世间人，就所以依靠杜牧的加持呢，就是大家也会这个希望这个长命百岁，就是这样的增上呢。还有坏业让自在，自在这个身心，自在这个很多人和废人就驾驭他们。还有助业，就是让超越就是原底和危害，就是莫重，就是助业。更重要的，我们的一些日月的不吉祥呢，就是都可以依靠念杜牧来迁出。比如说你的这个星座不好啊，或者是家人之间就是这个年龄就是有些冲突啊，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这个日子不吉祥啊，这些都依靠念杜牧就能解决化解。所以念杜牧确实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呢，我从来不看时间，今天是吉祥日不吉祥日，我不会的，我就念几句杜牧，我念二十一遍杜牧，我不看日历，一看日历我不得不出去，也出去的话今天是一个不吉祥日的话，我心里也有分别念，所以我不如念一个这个杜牧就直接。所以其实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就是我如果让我讲的话，可能
可以会降很多，但是呢，要尊重时间，就是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就象征性的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希望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我们下一组呢，就是大家共同念诵这个杜牧啊，很真诚的恭敬心来，就是一起念诵啊，谢谢。